大家好，我是Bone，本部片来分享一下我们二周年蛋糕选军团这个初步的打法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那个词缀待会的话一样会附在我们荧幕的右边哦。那接着的话来看一下是我们相关角色的配料的部分以及宝物。那这边宝物的话，我们这边是带哨子嘛。那哨子的话是要给我们的墨鱼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蘑菇吃到哦。这边特别说明一下。那接着快速来看一下配料的部分。银河的话，这边是玩全冷却的。那我们冷却的话拉得越高越好。那我这边的话是拉到了接近差不多是快要顶了哦。这边特别注意一下，银河的这个冷却是越高越好的。OK。然后接着舰长鱼子酱的话，这边是玩全攻击，然后冷却是 8% 左右。那毒蘑菇的话，这边也是玩全攻击，冷却是 8% 的。然后在墨鱼的话是玩全攻击，冷却 9%。黑麦的话也是玩全攻击，冷却 8%。那要记得哨子的话是要给蘑菇跟我们的墨鱼吃到哈。小王